圈的宝贝儿子六六出生了。六六出生2850克，一双大眼睛让产房的人都惊呼眼睛好大，双眼皮好深呢。长辈好友徐峰正好返台，也在第一时间探视，大赞宝宝颜值超高，俊帅可爱。艾轩原本想体验自然产，但因为患有二尖瓣膜脱垂与三尖瓣膜脱垂的心脏素疾，家人希望他剖腹产较安全。他说他希望陪我进去，然后他都会就是有对着宝宝说，我到时候会进去哦，我会看着你出生这样子。老公陈荣炼说到做到，果然陪着艾颖轩进产房。除此之外，陈荣炼还会帮宝宝排嗝哄睡，也每天用药浴为妻子擦澡，帮忙张罗泡脚、消水肿等事情，根本是最强神队友，让艾颖轩超级感动。他说六六的到来让这个家变得更温暖了，未来的日子让我们三个大手牵着小手一起朝幸福走去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